OK， 那最后一个小节哈，我们的最后一个小节是这个是生物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植物呢，植物的这个肥料哈，我们需要一些怎样的肥料？那这个是属于无机物的部分吧？无机物，就是除了有机物的这个营养以外。有机物呢通常是提供能量的，那无机物的话呢可能是需要一些需要就是他们植物呢需要这些元素来作为它的这个成长需要的一些元素就有点像我们人类也是一样呢，人类的需要的有机物呢有这个碳水化合物啊，我们的这个米饭啊蛋白质啊脂肪啊，这些都是可以提供能量的。那还有一些不需要提供能量的，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这些那些矿物我们叫矿物盐矿物盐好像钙质啊钾啊这些人类都会需要。那植物来讲呢会比较简单一点。当然它只需要的元素呢其实不止这三个啦。我记得是好像有八个以上这样子，那当然这我们读的就是说这三个呢是比较主要比较主要需要的。那这个有氮元素的话呢的肥料我们就叫氮肥咯有磷这个元素的话我们就叫磷肥咯有钾元素的我们就叫钾肥咯 OK， 那如果它有两个以上就是 N 呢 P 跟 K NPK 里面呢它有两个以上呢它就叫混合肥 ，OK， 所以氮肥、磷肥跟钾肥到底有什么用有什么用？有需要什么情形会需要呢？就是在这个表里面就在这个表里面。所以这个呢，什么比较会考哦？你就比较需要看这个缺乏这种元素的时候，它会有怎样的一个症状。这个是需要记起来的，比如说它比较矮小啊，然后叶子发黄的话呢它可能就需要氮肥了 OK， 如果它是那个植株暗绿带红暗绿带红，这个它可能就要这个磷肥了如果它是这个叶片是带这个褐斑的话呢，它可能就要需要钾肥那怎样去看什么元素这个肥料里面有什么元素呢基本上下一章呢你上了这个化合这个化学式怎样去写呢怎样命名呢你可能就会很清楚了。那当然在这个初步的这个阶段呢我教你们怎样看。我们如果有氮的话呢它要么它就有这个氨有氨根。为什么氨根是 NH4 嘛对不对所以它有氨出现呢它就会有氮哦又或者是它有硝酸根因为硝酸根是 NO3, 硝酸根所以它如果它的这个盐里面呢有什么硝酸什么啦或者是有什么什么氨呢那它就会有氮了。那如果是有磷的话呢通常它会有磷酸出现很像什么是过磷酸钾啊还是磷酸磷酸呢 等等的啦。所以只要有磷酸呢它就是有磷这个元素咯。如果是钾的话呢它通常最后面就是钾什么氯化钾啦硫酸钾啦什么什么钾啦这些都是有钾的成分。如果它叫它什么草木灰这样子你怎样知道它是有钾的成分呢那这个你就要知道它本身是什么化学式。那这个我们叫俗称俗称呢这个草木灰啊不需要背了不需要背。哎这个只是课本上给的一混合肥是怎样呢比如说我又有钾我又有硝酸比如说我用硝酸钾它就是属于混合肥咯因为它又有钾它又有这个硝酸嘛它又有这个氮嘛所以这个是硝酸钾或者是磷酸钾或者是磷酸氨这些都是属于混合肥这样子可以 OK
OK， 没有问题的话呢，你们可以尝试做下这个左边呢是作业题，有十题 ，OK， 选择题，然后右边的那个是历届的啊，历届的十题 ，OK， so， 我们刚刚回来哦，这需要休息一下给你们做吗？OK， 因为我也考虑到有一些，如果是用电脑的话，你可以 snap， 然后现在就可以用手机去做一做。如果你用手机上课的话呢，可能会比较难一点。scan 什么 ？scan 这个 QR code， 它就会 jump 去我的那个Google Form 的那个题目。你就可以开始在那边做。OK。所以这个我就不再放在改次我就提早放在那个 Google Classroom。哎 ，Google Classroom 你们没有全部人进是吗？这样子我很难做的咧。哦，因为我希望如果全部人进了这个那个 Google Classroom 的话呢，我就比较方便一点啦，什么东西放那边会比较好。当然我养成习惯什么都是放那边的。OK。有没有问题啊？主要这一章节是比较多东西要背起来啊，要背起来。OK， 其余的我们就是看做多一点习题了。OK， 好，我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啊。也当作是我休息一下 ，OK， OK， 五分钟的时间。OK， 我在那个 chat 那边 post 了那个 link 啊，你们在这里做，因为我希望是想要看一下你们上了课之后呢，上了课之后有上了课之后呢了解多少，了解多少 ，OK， so 你们看一下。如果你用手机上课，你就按那个 chat room 那边那个 link， 那两个 link， 我给你们五分钟的时间做一下。OK， so 做到怎样了？我看一下啊，我这边可以直接看一下你们做到怎样。喂，只有七个人 submit 不了，还在坐着吧，他们。What is the so good, you know? Put on the table, put on the table. It's so good.
只有七个人吧，我这里只有七个 response 吧。什么东西切克？鸡肉，就是那狗。哈哈哈哈。请问这一位 bla at yahoo， 然后名字叫做逗号，school 叫逗号逗号，这个是谁啊？哦，你们的你这样子是不希望我看到你们名字咧？还是做模咧？虽然是很低分啊，不过你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咧？啊？OK， 我这边收到13个 response， 然后我再等多一下啦，哦，可能你们还没做完，因为我再等多一下哈，先做作业的那个 ，OK， 先做作业的，做完作业的你再做 ，Yes。老师，那个可以问一下那个周期，元素周期，元素周期啊。啊，这么是这样子排列，就那个格子。OK， 为什么？这样子排列。OK， 那个排列的意思哦，是就是说，为什么你这样？哎，为什么那个氢在左上角，然后这个钛就去了右上角？对不对？所以他其实他发现到那个电子的那个排列哦，在第一层的。他们的电子哦，它不是凌乱的排列，它其实是有一个数量的一个规定的，就是在第一层，他们好像有层次这样子，分成七层。那第一层来讲呢，第一层的电子呢，只能排两个电子，所以变成了氢有一个电子吗 ？OK， 所以排第一层。那氦的时候，它排两个电子。啊，排两个电子的时候呢，它就很稳定了，因为第一层两粒就满了，所以变成了第一个那个这个氦呢，第一层只能排两个，然后就要去到第二层了，
所以你会看到锂啊，三个电子啊，它的第三个电子它就要排去第二层了。OK， 所以为什么它就会放到去左边，就是这个位置呢？基本上第一组哦，它的最外层的电子呢，就有一个电子。OK， 所以它的那个为什么这个锂呢就要放在那个位置？所以它其实是跟它的这个电子的排位有关。啊，那至于电子的那个层，每一层的数量要去到多少呢？这个是去到高中我们才会上啊。啊，这样子可以吗？没有啊，老师就是讲总共有七层。目前我的七层的意思，因为我们发现到的110多个元素里面，它只要排到第七层，它就排满了。啊，如果像这些有一些元素呢，我们没有发现到，啊，会不会去到有200多个这个质子的数量？这个我们又没有发现到，因为有可能是它不存在。为什么它不存在？因为它太不稳定了。然后有很多那些110多的那些呢，其实都是我们人工去合成的。我们人工去合成，然后它也存在的那个时间呢，其实也是非常短暂的，因为它不稳定。这样子怎样知道每一层可以融？这样你怎样知道每一层可以融那多少个原子？我叫你们去背前面20个，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要求学生去记那前面这三层四层。那第一层是两个，第二层是八个，第三层其实是18个，但是通常排满了八个之后，它就会先排第四层。那这个顺序又是怎样呢？这个又非就高中才讲啊，很复杂了，没有这么简单。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你这个格子就是算数量了，而不是能代表什么啊？什么？就你这格子的数量啊，格子的数量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来第一题啊，还讲什么？就是作业第一题啊。OK， 作业第一题我们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 summary 比较好。OK， so 现在有18个人回答了。第一题。哪一个是相同的元素是吧？嗯。OK， 我看一下，这一边。OK， 所以电子数、质子数跟中子数，我们怎样归纳成同样的原子啊，同样的元素呢？我们是看它的质子数量，只要它质子数量是一样的话呢，它就是同样的元素。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啊 ，OK 啊，所以我看差不多数量了啦，大家有18个回复，那其他的同学希望做完它了啊，那我们现在开始讲解了，不然的话10点半。历届要做吗？历届要做吗？蓝廷辉要，如果你做完了作业就做历届了。OK， 10题罢了，我也要看一下你们的程度去到哪里。OK， 魏征1300年前不是死了咩？我不知道哦，这个是其他老师出的题，我只是把它抄过来的。啊，我不知道。我等下看一下那题是什么问题。OK， 那我们看一下作业的选择题哈，选择题呢？第一题他就讲下表哪一个是相同的元素，那我们之前有讲到元素我们是怎样归纳成同样的元素呢，我们就看它的质子的数量哦，只要它的质子的数量是相同的数量呢，它就是同样元素了，所以我的钾跟乙呢是同样的元素。 OK， 那中子的数量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啦，如果电子的数量跟质子的数量不同的话，代表它会带电，然后它会带电，它会变成离子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时候
啊，好像是上一个上一节就是上一个章节我们是看哪一个是离子，那答案就是乙了，好像是同一组的数列来的，哈、啊，你会看到那个表好像是同样的数列 ，OK， 乙的话是离子，那甲跟乙是同样的元素，啊，这样子可以理解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题，题目是不是跟那个完全一样呢？应该是完全一样，只是我有好像有挑选过了，所以有一些没有的，哦，没有在那个刚才你们做的那十题里面。OK， 某化学物质如果某化学物质的水溶液经过电解后，它得到氯气和氢气，还有这个氢氧化钠，那代表了它里面有什么样的物质？主要它有钠元素，它有氯元素，也有氢元素的话呢，未必，因为它是水溶液嘛，所以它是可能是从水那边来的。OK， 所以很肯定的是这个物质是有钠元素跟氯元素在，这样子可以理解啊。所以很多学生就会比较可能会出错的是，哎，氢也是没有，所以就是有些是元素还是分子还是离子啊，这个的话呢，我们只能确认的它是钠元素跟氯元素，至于它是怎样的一个形式存在，我们很难讲，哦，很难讲。OK， 第三题呢，最高的含量最高的两个元素分别是什么？分别是氧和硅啊，氧硅铝铁。OK， 氧硅铝铁，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A 了。好，那第四题有关元素周，周期表哦，元素周期表了的意思了哦的叙述中，下列何者是正确的？答案是 C， 钠和钾呢都是属于同一族，这个我们叫 1A 族啊，我们的都是 A 的，我们记的那一些，那前面20个呢，它的都是属于 A 的啊， 1A 2A 3A 4A 5A 6A 7A 8A 啊，到八个罢了。你会看到，如果你看那个顺序啊，一二就是氢氦是一，然后去到八 ，OK， 跳到八，然后又回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子顺着排的 ，OK， B 的话呢 ，B 是过渡金属那一边的，就是二十一以后啊，二十一就是可能叫做一 B 吧，啊，你要看清，你要看回那个课本后面的那个元素周期表。那至于 B 的那些族呢，你们是没有怎样去初中没有怎样注重了。好，那我们看一下 AB 东西错哪里。元素周期表中同一行是横打横的，我们叫行是称为周期，不是称为族。OK， 所以这个是错的地方。然后 B 来讲呢，同一周期的元素呢，它的化学性质相同，不是它同一族的化学性质相同，不是同一周期啊，同一周期的话呢，它的会有不同的化学性质存在。OK， 当地来讲呢，二十世纪的科学家完成周期表的排列顺序，根据原子大小，不是原子大小，它是根据这一个原子的质子的数量啊，原子序数，啊，不是根据它的大小。当然普遍上是。由小到大，但是呢，你会看到它下另外一个它同一周期是从大到小，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周期的时候，又突然间变大一层，因为它多了一层的电子嘛，所以它这整个的原子的这个大小来讲呢，它是从大到小，然后又突然间变大啊，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啦。OK， 所以当然我们主要我们不是看它大小啊，看它大小好像是没有一个标准，然后我们是看那个原子的质子的数量。OK， 第五题呢，它是讲钾、硅、铝跟铜的元素符号，所以这个如果你背熟了呢，这个是很简单的啦，钾是 K 啦，硅是 Si 啦，铝是 Al， 然后铜是 Cu。OK， 所以当然我也。看在你们没有还没有背起来的份上了哦，所以你们那个作业可能做得不好，那我等下可以再改一改，让你们可以再重复的做做多几次。
越南话 CU， 越南话我不会越南话，越南话什么意思？来人干不了。一周 ，CU 哦。OK， 第六题，试问下列哪一组的这个化学性质比较相似？那如果我们看化学性质相似的话呢，我们尽量的选同样的一族咯，同一族咯。说锂、钠、钾呢，这三个我都叫你们背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背那二十个的时候，把它写成那个元素周期表的那个格子的话，你会发现到锂、钠、钾都是同一族，第一族了。OK， 镍、镉、锌这个没有去怎样读到啦，你就不要去理它啦，应该不是答案的。好，那个金银铜铁，其实金银铜铁是比较不活泼的金属，但是它的这个化学性质来讲呢，我们不是讲它相似的哦，就不算是非常相似的。哦，氟氯是相似的，但是氧和氮就没有。啊，氟氯溴碘是相似的，然后但是氧和氮呢就会，氯氧氮是同一周期，啊，但是那个化合价呢是从负一、负二，然后去到负三 ，OK， 所以这个的话 D 的话呢只有前两个是相似，后面就不相似 ，OK， 第七题来讲呢，甲乙丙丁啊是代表什么？甲的这个 H 啊代表那个元素的符号了。乙的话呢，这个 E 呢是代表那个原子的序数丙呢这个呢是它的中文的名称啊，元素的名称。然后丁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对原子质量。哎，相对原子质量，相对原子质量还没有讲到应该是第三章讲的啦。哦，它主要怎样去计算啊等等啊，它的定义是什么啦这个是下一章下一章我们才会更加详细的讲到啦。OK， 那第八章呢？第八题，这个科学家所定义的原子序数，主要是哪一个判断标准呢？哪一个数量呢？就是这个质子的数量或者是我们讲核电荷数。那很多学生就会讲，哎，老师，质子的数量不是跟电子的数量一样吗？这个的话呢，电子的数量因为它比较不标准，它很多时候呢，电子会突然间。得到多了电子，然后又突然间就可能又会丢掉电子，所以如果电子的数量呢，我们只能讲说在属于电中性的时候那它的电子的数量才是。所以这个呢，因为它常常会电子会跳掉啦会获得，有时候会获得，有时候会减少，所以变成了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不拿它当作是标准了。OK， 应该没问题啊。第九题，跟水的反应跟其他的非常明显的不同，所以也就是说呢一样的啦，它是化学性质要相同的了，所以只要是同一族的我们就选它了那锂、钠、钾基本上 NaLi 跟 K 就是我们第六题的锂、钠跟钾锂、钠、钾，所以就是把它变成题目，你会看到六跟九呢，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一个题目来的。OK， 只是把另除了那三个以外选出来，就是那个第九题了。OK， 东西硫。好，第十题主要我没有选的，因为是那个二正呢，我放在 Google Form 好像。不容易打这个我是找不到比较美的一个打法所以这个题目我没有出在那边了。OK， 请参考右图的分析钙是20咯氯是 17,K 是 19, 那Ca 二正是什么意思，它丢掉两个电子，所以也就是说 它只有18个电子了。K 丢掉一个电子 ,K 正呢它就会变成18个电子 ,Cl 负呢会获得电子，所以获得一个电子也会是等于18个电子。所以这三者呢它的这个电子的数量是一样多的，而三者的电子的数量是一样多的。质子的数量来讲呢就是看这个原子序数咯，
所以 CA 是最多不是最少。然后中子的数量来讲呢，我们在这个表没有办法得知啊。那电荷最多应该是这个二正的啊，因为它带两价的这个电荷，所以这个东西也错啊，应该是 CA 二正的。为什么是电子啊？什么意思？为什么是电子？因为只有获得电子或者丢掉电子，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质子。哦，一样的，跟那个静电一样，类似的原理呢，我们只能获得电子或者是失去电子，因为它在最外层，质子在这个原子核那里面，所以没有办法离开的。OK， 所以在这边呢，如果你是二正，就代表你失去电子了。哦，如果是带负电，就代表你获得电子。啊，数量呢，基本上就是多少粒电子的意思。啊，就是这么简单。小钱有问题吗？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接下去再解释第十一题。2H 和 H2 有的叙述里面呢，何者是正确的？这一个 2H 代表它有两个氢原子，那个 H2 呢代表呢它是以一个分子的一个形式啊，氢气分子呢我们就叫 H2， 然后呢 H 就是这个氢分子里面有两个氢原子构成。所以它的共同点是啊，两个都是含有两个氢原子的啊，所以东西这个是对的啊。那 A 的话呢，氢气啊应该是 H2 那个才是氢气， 2H 的那个呢是两个氢原子，分子是号码写在右下角、okay. 所以那个数目写在右下角的那个呢是分子啊，这样子可以理解啊。化学性质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原子哦，好像氢原子的这个化学性质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哦。我们因为我们之前上一章有讲到呢，这个化学性质呢我们是以这个分子我们讲什么保持化学性质的最小单位是分子，所以我们只能讲说分子啊氢分子的化学性质是怎样，我们没有办法讲什么氢原子的化学性质的。OK， 所以这个要理解啊。所以C 啊是氢分子啊，不是氢离子啊。好，你也不可以讲那个二黑是氢离子啊，除非它是 H 正啊，这样子你就可以讲它是氢离子，因为离子一定要是有带电的才叫离子。OK， 好，第十二题。原子团，下列原子团中何者是带正电的啊？何者带有的电性和其他不同？我们讲了这个原子团里面呢，除了氨跟离子以外呢，其他的都是负电的，氨跟离子是带正异电的。OK， 所以这个电性来讲呢，是氨跟离子是唯一个不同的啦，所以这个答案是 C 啦，很简单啊哈。OK， 好，那第十三题呢，他就讲了这个 N 的原子序数和 H 的原子序数分别是7和1。好 ，NH 是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它有几个质子啊，它有7加4哦，七加四等于11，所以总共它是有11个质子的。OK， 但是因为它带正异。正一价的电代表了它的这个电子呢是丢掉了一个，比较少了一个，所以11个质子里面它只有10个电子，这样子可以理解啊。 OK， 所以这个是用这样子一个去推断的一个方式。然后7加，因为 H 是44个那个 H 的一个，这个 NH4 的意思就是一个 N 还有4个 H，然后同时整体来讲它是带正一价的电子。 Yes， 什么问题？老师，那个你那个第十五题啊，这么、yes. 我在笔记看啊，没有那个答案的，就有写什么元素，可是没有写要研那个氮肥啊是什么东西，就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的组合啊。
有出现在笔记吗？这一题就答案。OK， 我等一下再解释好吧，我顺着来。嗯，okay 啊、好的，好啊。好，第十四题哪一个是氮肥啊？氮肥我们就讲了，它有这个 N 的这个元素在了。有 N 的元素的话呢，就是说它要么就是有氨这个字，对啊，硫酸氨啊，又或者是它有什么硝酸，哦，硝酸，这全部都没有硝酸，所以答案是 C 啦，哦，这个没有问题啦。啊，词典你们就会学习怎样 N， 硫酸氨啊，它应该是怎样写的。哦，这个是第三章就会有教到啦，所以这个应该是 NH4+2SO4 啊，你就要写出来的。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五题啊，第十五题，哦，这个威真同学啊，我不懂是谁啊，谁来的？文立恒啊？文立恒？什么文立恒？哦，有威真啊？威真同学哦，不懂这个老师出的啦，我不懂是谁来的啊，历史人物啊，哦，不知道。OK， 他就讲他有按绿带红哦，啊，你要看到、哦、按绿带红哦，所以我们看一下对下表哦，按绿带红应该是要什么呢？啊，应该是要有这个零哦，对不对？按绿带红，对不对？他又同时又矮小又黄哦，所以他又要氮哦，对不对？所以他同时要氮元素，还有要磷元素。啊，我们的氨里面有氮元素，我们的磷酸里面有磷元素，所以这个其实它是要混合肥，混合什么呢？混合这个氮跟磷，所以答案为什么是全 A？ 这样子可以理解吗？看看是谁啊？隐性啊 ？OK，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OK， 如果你可以理解，这样这题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其他的应该是缺乏的，好像说 C 的话呢？它是钾和磷，而 B 的话呢，硝酸铵呢，它是只有 N。